无无。哦，你看你郑成功哪一地名？啊，清朝一地。啊，荷兰、西班牙一地。哦，这西班牙，这荷兰。啊，你都不是全部，你讲全部拢恁的。啊，所以日本人也搞不清楚了。所以你来叫那个高沙族屠杀，哦，哎，而且两国哦，同一个时代，你看咱台，比日本时代是长这样，安尼说，不然怕什么？因真正是去吃兵去吃多。来，那进来哦，为了要掩饰中国人哦内心的虚伪，哦，啊，够因为自卑感，一开始篡改台湾的历史，篡改台湾的建筑物。你看这个吼，啊，这底下昭和二十年，这碧潭，伊怎啊入不掉？我这地方，该是民国二十五年，民国二十五年，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湾了，笑死人啊！来看哦，1896年签订马关条约，好，这是本人的一张公文。1955年，哈，这个是中华民国已经来了，哈，你看着，伊在写啥物吼？本岛吼，什么宫庙、寺院保存，是不？哦，你讲哦，不能有损毁哦，袂使人敲掉，爱人留的。啊，中国来台湾200多年，去足侪庙的，所以即摆你外口找，真侪拢伫清朝时代旧有的庙，这是因为日本人说不准敲掉，你才看得到。1955年，你看哦，这中华民国来哦，你看有关于神社牌坊、庙居哦。什么灯柱了哈？你不能用啊，全部都敲敲掉的嘛，有爱观瞻敲掉的。所以你看不到多少日本遗留下来的建筑物，那直接公文的都供掉了。日本人那是跟中国人同款啊，一来庙拢供掉了。台湾也没多少间庙，两国民族性的不同。你讲这你这这样不没有文化水准的哦，中国人没有文化水准。我调皮嘛，你看嘛，那种布的，那种布的，吼、哦，哎，看一下哦，对嘛，一个中国来200多年，啊，日本来50年，同样在建设台湾，差多少？日本把台湾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，最后跟它合并成一个国家。当然来200多年，直接创啥？200多年，再加。中华民国60几年，啊，搁郑成功超过300年，日本50年，6倍，6倍的时间已经予中国人控制，中国人也无台湾大人创偌好势，你还在眷恋中国人干什么？没有给他时间吗？300年的时间不够吗？接下来这一张日本昭和天皇诏书。因为有这个诏书，所以刚刚答案大日本帝国的臣民，有这张天皇的诏书实施在台湾实施宪法，而且因为有这一张，所以台湾人从此变成日本人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干了，无伊蛮干过，所以咱讲唔知，讲唔知，到尾仔咱找到这张日本天皇诏书，才找到那出生证明啊，但无啊，原来他爸爸妈妈在这里，懂了。你问外口遐台独言论创啥遐？即你看搞台独的吼，搞什么台湾建国的？他们有讲这个吗？没有，可能他们不知道。如果他们知道，应该就要闭嘴了。你是个有国家的人，你要创造什么国家？你要创造国家可以啊，你的母国要同意啊。你的母国大日本帝国都同意过吗？他都没同意，你跟外面吵，对呀。你的亲生父母没有同意，你去跟隔壁邻居吵，吵什么？搞不清楚对象。好、哦，来，四位你，1887年台湾建省将澎湖隶属于台湾府，然后，哎对吼、哦，哎当大清帝国也有实施宪法，你讲宪法啊，你不不不，来我大清帝国更早，那如果要比宪法，那这样台湾是清国的神圣领土，对错？哎，错，其他错，错，哎，这样更咬哦，这样更跳哦，因为哈、哦，他没有建构完整的台湾主权，
而且伊个宪，伊宪法也没有啊，它只有一些简单的条例啊，抽税啊，怎样抽税啊，缴多少钱而已啊。你哪里建设台湾？听懂啊？这些宪法不好啊。哦，台湾又不是全部都他的。来，那比宪法是不是？来，只要在统治的领土上实施宪法，就身份国民。来，我这里有，来，中华民国有啊。不利于问啊，你这边看的询问啊。哎，马英九当场，你们那实施宪法在台湾，你来讲有？哎，唔对。哦，好，欧西虽然在台湾实施宪法，按国民的补助权啊，以台湾管理当局，自己当局，对不对？就算他是个国家好了，他还是来自己台湾而已啊，他不是来拥有台湾，懂听懂意思吗？无啊无啊，嘿，所以真正啊是大日本帝国宪法啊。好，六岁了，好，好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各位朋友，刚刚看过多投影片哦，现在开始考试哦。本土台湾的祖先哦，从来未曾在台湾领土建构了统一的台湾主权国家，因此一旦外来统治因素消灭，台湾就会变成无国籍。同意吗？全差。错了举手，对了举手。那人只能总有人举手说对嘞。啊，选错了是怎样？刚刚的嘛是错的，这一定是错的。试试看啊、哦，对，是两点。这一题怎么证明？你你问那秘书长啊，那秘书长，哎，你到美国，美国说我们无国籍，对吧？美国说无国籍，说此时此刻他无国籍啊，没有错啊。此时此刻哦，他无国籍啊。啊，我不是大日本帝国的，啊，当然是无他啊。那天皇权力天皇悬吊起来啊，啊，中华我们又不是中华民国的、啊。算无国籍啊！啊，所以中华民国来讲，讲咱暂定成中华民国人，暂时视为中华民国人，啊，都无国籍啊，都暂时失去了，你也莫插袂得了，咱真正无国籍，美国法院判定的哦。来，再来看一下哦，中华民国公民来接收台湾，你光顾台湾了哈，他真的有光顾台湾了哈，发觉哦，这麦克阿瑟哈一号命令哈，你看。二次大战结束之后，麦克阿瑟啊，把日本啊在东南亚的那些占领地啊，分配给其他的同盟国而已，哦一些国家分区分别占领，是不？那蒋介石委员长也分到什么台湾本土，哦，你看苏维埃是不？这边盟国东南亚区是不？然后，哦，把日本就这样分地占领，所以中华民国来嘛是，不是这土地占领、统治，不是给你光顾啦，我袂讲啦，我再讲，好，不，你网络上查，不，直接吼，中华民国蒋介石管，那叫他把他管的，所以我们都没有乱讲过，我靠那种情感乱讲话，今天拿什么东西拿不出来，拿不出文件，我们都拿得出来。哦，来真正的大日本帝国是谁？那这蓝色哦，中间浅蓝色，这是目前的哦日本国的统治区域。那这两地哈，这样是统一，这样分出去啊哈。因为韩国哈、哦、已经独立了哈、哦，啊为什么独立哈、哦？先不要讲答案。啊，这地这样是嘛？是嘛？日本人来扣这几区，只要这日本人。把这几区安倍晋三把这几个要回来了，大日本帝国就统一了，恢复原状。啊，安倍现在在修宪，那你看，缺这一块，这里有台湾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啊，西沙、西南，啊，其实都是属于台湾管辖区。哦，台湾主权在美国，是不？哦，无国籍，本土台湾无国籍，你真正哦，到时候别讲，你是要改乱讲。小结论啊，就看这个，就刚刚讲的哦，复习一下啊，时间关系不爱讲啊。来，各位，来，来，同盟国的哦，流亡政府依开罗宣言、波茨坦宣言、日华台北合约，可以在日本的台湾驻军，自己台湾。这马英九前年也讲了，大家讲台湾地位跟中华民国关系，就讲这样。
所以啊，中华民啊，所以台湾是中华民国的。那是非题对错？错哦。啊，这种闭着眼睛给我打叉，我去八分嘛，高少分啊。错，哎，对啊，错哎。一行也塞啦，我光顾台湾，当然正正当当来放屁。麦克阿瑟啊，刚不是给你看了吗？有时候旧金山合约23条，代理美军执行代理，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可以来台湾。那不是这两个中华民国根本没资格吧？哦，啊，变聪明了，哎，来他的身份了哈，二战的台湾的身份哈，哎，应该是安尼啊，哈，那个国籍，好，那这种改变，哎，开我宣言哈，窃取，凡日本从中国所窃取的一切领土，统统要归还中华民国。请问一下，台湾朋友是从中国偷窃来的吗？一块大土地怎么偷窃？没有偷窃，而且是马关签订马关条约的，签订条约的算偷窃吗？那全世界多少国家跟人家签条约，啊，弄偷窃来的？啊，你全部拢爱先了了，因为咱比照办理，啊，这个世界拢完结。所以开罗宣言，管他有没有签，管他有没有签名，窃取就没有了，哦。弄用台湾国，叫我，啊，反正改变身份了、啊，那英国、美国都三度啊，白皮书抗议啊，你怎么可以改变国籍？哦，所以也许霸王硬上弓啊，哦，来看一下台湾第二影片啊，哎呀哈，荷兰不来，荷兰台湾，那是大清帝国对，因为马关条约啊变日本人的，好、哦。哎呀，那那个什么，辽东半岛都用天轨，哦，都在变。哎、然后1945年4月1号，哦，被那，好、哦，中华民国占领，还叫管理。不过土地主权还在日本天皇手上。签了旧金山合约之后，哦，就要切割去了。那变成美国拥有占领权，哦，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大概什么？跟台湾有关，啊，结果呢，搞得很不正常，因为中华民国的这顶帽子、啊、戴在台湾人身上，都看起来哦，大家拢啊感明明，我时间真是有限，你若有需要这些投影片哦。后面哦，你也再 copy 啦吼，你若袂记早，袂经高级班的时候你再来找吼，结果被删掉。所以我跟你讲说，哎、欸，咱来他们这种不会有危险吗？对，根据刑法100条，根据刑法103条、104条，我们这些人都是叛国罪，都应该被抓去枪毙的。为什么没有？因为有人比他更硬，我们的后台有人在撑着美国军属政府。所以咱李家不来，我们背后如果没有人撑腰，我们那些干部啊，早就都枪毙了，不在人间。谁在保护台湾？哦，美国了啊、哦！这种杂志哦，这种改款，这种很多现象要告诉你。哦、还 AIT 嘛、哦、，AIT 只有40几个员工，盖了全世界最贵的大使馆，原装进口工。哎、欸，这东森新闻哦，这不是我乱讲的。这都三 G， 那差美国国语，哎，这一电视，好、哦，都没有乱讲哦，都拿证据给你看哦。那些只有用情感的，哦、爱国家、爱台湾、爱中华民国、爱大陆，可以让我们大家讲，拿证据来再谈，好、哦。拿电，美国一个中国政策三个通报，台湾关系法直接漏掉什么东西？这一点是先装的。以后你要公费啊，只要美国站出来讲台湾的地位关系要公费。啊，问啊，缺什么东西？缺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。伊伊嘛不爱公这呢，因为公这就泄露他的什么在台湾的什么一个占领地位哦，他要搞模糊政策哦。来 T C G 的演变哦，我们台面这种演变哦，我们一路怎么走来的哦？其实台共瞎子摸象，因为都没有人教，也没有人教秘书长，那都瞎子摸象，哎，瞎子摸象知道哦，摸到大腿，那感觉。
象好，象好像柱子，摸到尾巴啊，大象好像一条蛇，所以他刚开始嘛搞不清楚，哦，哎，后来他发现说，哎，原来我们是美国的一块属地的哈，那、我们来申请美国护照，哦，哎，啊，结果去告美国，美国说没有了，我没有你们台湾主权了，当初结合很多有志之士的。啊，那我们来变美国的51州，结果美国说台湾没有台湾主权，很多人就不玩，造势敌人。啊，那秘书长就觉得说他很泄气啊，他也觉得他很伤心啊，因为少了很多人，没关系，就再找资料嘛。我没有主权，那谁有主权？啊，原来在日本天皇手上，那就一堆认同的人就进来了。啊，现在正确地位是日苏美战，所以有人说我们在搞诈骗，其实我们不是在搞诈骗，我们真的是在摸索之中。可能是摸索后你不满意，就说我们在搞诈骗，拍谁啊都不让搞，对不对？哦，最后不是申请美国护照，是旅行证件。OK， 那真正地位日俗美战，那就再借用一点时间哦，认清自我哦，我们是政治素人。那个秘书长哦，要的每个人都当政务官哦，他们这种的众将官。但是我们都是政治素人，所以麻烦各位看一场谁，请你要满腔热血，啊、请你有使命感，好不好？真正为台湾这块土地打拼，那你做成那忘记打拼，就交给我们这一代的打拼，不要再寄望下一代了。台湾人已经越来越不清楚，还寄望下一代。我们要求美国必须尽到占领义务，日本要尽到主权义务。只要把美国跟日本抓进来，台湾就安全了。哦，台湾未来靠各位了哦。这一节课到这里，这两个答案等于改锤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